Adrian, say something Chinese. How about you? Can you say any Chinese? Chinese? Yeah? Xin Kuai Lu. Yeah! Okay. 我还要再教你一些台语 Taiwanese, okay?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哎呦这就厉害了 Under pressure Yes 我爱你哎呦现在是两位好莱坞巨星在 PK 了 OK John 恭喜发财 Adrian 我爱你 OK John go Another Chinese PK 加油哇两边在 PK 好、OK 啊、我喜欢你哦哎就讲我喜欢你 OK 林鹏赶快叫他一点好 OK 来了哦这句超难的加油 John 加油哇真的叫做这个肉霸奔好谢谢我们几位巨星都非常的有亲和力 What did I say? 啊他知不知道他讲什么 What did I say? Something rice 对学着干嘛 It's very famous rice in Taiwan Yes I know I just didn't know the name yeah, OK 但是讲到这个电影呢我们也请大哥给我们推荐一下因为这里面真的不管是场面或是武打动作或是我们整个所有的气势都非常大您最推荐的是什么很难我不怎么喜欢推荐自己的电影永远说我的电影有多好如果这么多年来我知道很多人看我的电影长大或者是跟我一起成长的如果这么多年来我的电影没有让你们失望我相信天降雄狮也不会让你们失望好看的你们在你们的朋友圈或者你们的微博或者 Twitter Facebook 多介绍不好看的也可以批评因为你们的批评是让我下一部戏更进步所以真的谢谢你们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谢谢你们谢谢你看看大哥的地位也是 international 都是我们的偶像可是他特别谦虚大哥还有一件事我们也很久没有跟您交流了好久没听您唱歌了可以来一段明明白白我的心吗其实我哎呀你早讲我想要把我那个歌词记住哎呀哪一首就是这部戏你有唱这部戏唱两个主题曲一个快一个慢 OK 快慢我的喜欢是白雪纷飞看那战场等一下加油慢慢来我们先给大哥一点掌声让他想一下歌词敢问世界不平乱象管他面前障碍多强把乱石化成墙化敌为友共存何妨好汉何须拨弄刀枪最后一句很有意思愿世上永无战场愿世上永无战场大哥唱歌有一种特殊的腔调我们都很喜欢模仿他排排唱唱的会唱里面有一首歌我跟秀清唱的但是那个主唱没来哦是好可惜、哦、那个歌词真的好导演写的是为什么世界不停在打仗是到我唱的就是风沙在流浪把我吹到战场上没有爹的孩子多凄凉每天只是想回家乡是风停了沙不流浪战没了我才能返乡是哇歌词非常有意境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是很有抑郁的风味写出战乱之下孩子的心声所以真的世界真的不要打仗打仗的是非常的残酷珍惜我们现在拥有不要当我们失去了那个时候已经后悔了是谢谢大哥我真的不该开启唱歌这个话题啊我记得你在中华健演唱会唱好久哦好谢谢大哥